念念咱袂记哩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就是帮助家己。佛经内面教咱，咱爱尊重别人，爱帮助别人。为什么做不到呢？自己功高我慢，唯我独尊，所以看到别人有苦难，若有所见，伊也看不到，拢嘛是自私自利，拢嘛是咧自业，也以为是咧学佛。佛教人的最重要就是要尊重人，帮助人。咱家己无福报，无福报呢，就袂当做主人、主公、皇中、主持、领导，现在叫领导。无福报的人袂当做领导，领导一定要有福报，伊才会兴旺，才创会起来。无福报的人做领导，几工就落台咯。所以家己爱知影。我唔是迄款材料，我就未去行这条路。佛法会救世界，无人宣扬啊，拢无用咧变家己的山头。伊唔知影，咱现在学遐个名门利用来生要安怎呢？一个堆落去地角啊，地角真容易堆入去，出来是足难呢。照佛经上咧讲，有间地角嘅人，若是要出来，差不多都是一个大劫，迄是偌可怕啊！现在咧讲经，你这一生专讲经，卖创别行，创经禅，专门都创经禅，讲经诶，就专门去讲经。还有所专啊，这真重要啊！会记得哦，这个清净心，这个生智慧，就是真心啊。没学，我无学过，这代志我拢嘛无学过。不过我甲这个领导人、这个总统啊、总理做伙伫咧开讲。单位拢嘛唔是学来，你一个问啊，我就会当听了解，我就会当甲你解答。你若是讲无问，我嘛唔知。这个清净心较重要，是智慧。我过去讲的遐个修持个真完整，无这个基础。哦，高无怨啊，无一个成就的，伊做未到，总个功令掠安咯。总功令就是佛家的放下七情五欲，讲到佛祖家人表现的外面温良恭谦让，嘿，就是菩萨温和。善良、恭敬啊，积俭啊，礼量啊，决定哪个人收钱，个人收钱，最后家己吃亏，吃真大。古早人有讲一句话：吃亏是福。你会晓吃亏，你的福报就真大。福报对对来，对吃亏来。九十以后，未来的时间就无偌久咯。有几个人会当活到一百岁呢？所以心地愈慈悲，加以做一点啊好代志啊，时时想着这个来生。来生啊，我要去倒位去呢？
至少在方向行，越行越高，至少在升天啊。天是凭什么呢？是善业多，会当保证你去升天。人生道德，保证你来生也会得到人心。你对这哪有违背的名气咯？什么都去咯？贪心、富贵、清慧啊、修罗，这嘛是地狱。福报大的去做阿修罗咯，无福报的堆在地狱。时间过得太紧咯，我出来刚经到今年60年咯，这个一旦子目一年就到地咯。哎，常常想着来生，我顾虑来生啊，一天比一天较近咯。这是真正的想着家己，这条路是要安怎去行呢？最重要是佛教了呢，爱尊重众生，不是讲正人呢，是众生。现在讲生物，对一切生物爱尊重，尊重因啊，啊，都爱无条件来去帮助因。因都需要什么随手来个帮助因，连虫爬来到这地，伊想要爬起来。爬不起来，咱来帮助伊爬起来。这个小块代志，祝福真欢喜。祝福啊，看到你，你伫这修福积德，结善缘，这个好代志啊！祝福看到欢喜，念念都唔通去忘记你帮助别人。帮助别人，啊，就是咧帮助你自己呀。关于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不心，同生极乐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